大家好，我是威爸。那我们今天我们来到全台湾最大的钓虾场，看一下这边后面是哪里呢？虾乐堡，好不好？虾乐堡钓虾场，哇，这边重新装潢过，里面真的完全不一样。但是威爸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好康哦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不是来钓虾，我们是来钓电视、钓现金、钓 iPhone 13。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，四月底的时候，这边只要用五倍券，现在开始消费五倍券满500块会有一张摸彩券。这摸彩券呢，到四月底的时候会抽出大奖，有现金、iPhone 13，还有65寸的大电视。那我们到那边去看一下喽 ，Go！那我们进来，我们开单了，来看一下，我们今天开什么时间？看一下哈，我们今天开2:55买三送一，所以我们今天可以钓四个小时，好不好？3月21号4个小时，那我们之前是3个小时500块，3个小时买3送1，那我们今天来钓。3月21号，它15号的时候有涨过一次，所以我们这一次是开，3+1600块。那我们之前已经有丢了好几张，这一次我们再赶快来补一张，看有没有机会抽到电视，对不对？还有 iPhone， 我们等一下要填写这个抽奖联，好不好？还没有来钓的朋友们，赶快来哦，有一张就有机会，好不好？我们之前丢好几张了，那这最近我们也陆续赶快来钓，因为四月底就要抽了。有 iPhone， 有现金，有65寸的大电视，所以钓虾还好。我们重点在钓什么？钓电视，钓 iPhone。哈哈哈一只正吃，可以哦。小虾，耶！像话，微微上场。今天的 贴币 虾还蛮多的，我们来看一下微微他怎么去钓这个 贴币 虾。微微醒不醒啊？好像有点耗哦。那我们今天来虾乐堡，下午时间带小朋友来这边玩一下。那我们这边的环境越改越好了，而且很便宜，3小时500块。那他三月中的时候还有做一个调整，变成3小时600，但是还是买3送1哦。哦，有号。哇，可惜了。那虽然涨了100块，但是有抽有机会，好不好？现在有抽电视 iPhone 13哦，大家赶快四月底前赶快来一波。这个姿势很可以哦，4个小时600块其实算便宜啦，啊，现在4个小时600块真的很难有地方可以这样子练功了。可以哦，有点耗哦。那它这边大概一竿的话就是放半斤左右，所以我们叫目标4个小时2斤，好不好？2斤是我们的目标，36只。
哦，一斤32吧，32只。哇，我们之前有几张3小时500的赚翻，有，哇。你看这样，你看这样就这样才有号，这样在动，这样懂吗？是不要动它。没有，这样有号，我们这样才绷住，啊，绷到陷阱。啊，你看那个太大力了，但是完全都没有号的时候，我们才去寻一下，看哪里有虾，或者像刚才边边那个有没有？吃完之后我再回正就好了。因为今天的虾子啊，其实蛮小的，然后一动这样它就跑掉了。你看我们这个坡，你要让它沉到那坡不见哦。因为今天的虾。嗯，很喵，它都一直抖而已。它现在带夹，就是带而已。对啊。哦。他不懂为什么。他刚说为什么？懂吗，陆小薇？因为这虾它很容易一动它就跑掉了。对吗？有啊！哇、哦！成功耶！谢谢。不错，掉下来，自动脱钩。再跑啊！你傻傻的被威钓到了，傻。耶！那我们钓完了，刚刚威威也钓了大概快一个小时，我们今天。还好啦，今天这个虾子比较小一点点，那我们来称一下重量，走，称重量去，韩网重，韩网子的重量是1斤半，哇，一斤半还可以啦，一斤半，来吧，数一下。多少只？一斤半的虾量。嘿，哦，来，微微数一下，一斤半，拿个桶子数一下，看有几只。一斤半，拿这里来，好吧？那我直接数过去哦，来，一只，两只，三只，四只，五只，六只，七只。八只、九只、十只、十一、十二只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十一啊！你今天就二十一只，钓到这边啦、啊。你今天钓不好，对不对？今天大概让你钓了快有一个小时哦，才大概钓六只而已，是不是啊？五六只而已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们练功嘛，我们最主要不是在钓虾，我们在钓什么？钓电视。钓电视，那电视是你的，那 iPhone， 那 iPhone 实际上是我的，现金是我的，好吧？不要 iPhone。iPhone， 好吧？那今天影片的周边呢？那喜欢我们的影片的怎么样？记得帮我们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。对。想要看到我们更多影片的，请帮我开启小铃铛。拜拜。拜拜，耶、yeah。